哎呦我去，伊东河有新发现呢。拿下他。小短了，这个是扁皮主战功。咱们这回不加甩手，拉开以后停顿3秒以后再激发啊。85.40米每秒。好，看我。86.24米每秒。好，数3秒再来一把。今天测试一下这个小短拉啊，0.65的小扁皮，初速很不稳定啊，大家看一眼，正常拉放啊，不加甩手。刚才是85，这是84，还是84，非常稳定啊。